身高体重这种人体自带属性，明眼人都看到，就别较这个真。我想你刚才没有听清楚我们的论题。哎，我说你这个人真是一根筋啊你。懒得和你这种人解释。我这种人，你这四个字属于人身攻击，侵犯了我的人格尊严，对我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。请你让开。就你刚刚这行为啊，已经从言语攻击上升到肢体攻击。哎，我希望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请你让开。哎，让开了，哎，让开，让开，五月，你让开呀、啊！二位兄弟，这怎么话说呢？杨四姨，你给我站住！哎呀，为了兄弟，我在女神面前这些只能千言万语一句话，对不住了。朱老师，今天先进房啊！杨四姨，你给我。仿佛能从五月这模糊的脸上看到几滴晶莹的泪珠。当事人去哪儿了？在那窝着呢，不知道是太生气还是太伤心。我看他刚才一直在那发抖。哎，那另一个呢？朱老师，大家安静一下啊！阿姨啊，到讲台上来，说一下手机的事吧。不会朱老师也刷这张照片了吧？还用刷吗？朱老师亲自莅临现场进行指导，场面一度十分感人。把手机拿出来，里面是不是有不该拍的东西啊？没有。敢做不敢当可不是一个男子汉应该有的做派。没有什么不敢看的。里面都是咱班女同学的体检报告，这你怎么解释？这就是某人一直强调的个人隐私不得侵犯吗？